大家好，我是德哥，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快来订阅 YouTube 德云那点事儿，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你们德云社起名都这么随便的吗？叫葛闲是个说的，这人挺闲的，不愧是一群抖包袱的。云鹤九霄，我就是那个云字头牌啊，你才头牌。这个剩字都很大，一般都是剩人是吧？啊，我可能是剩下的那个剩下的那个。我这也是于老师给，我觉得可能是于老师刚去九华山旅游完。你很随意，我以前特别闹，刘消停，让我消停一点，让我消停一点。这不是闹着玩，根本就是胡来。对，我是消消字辈，你就叫欧消面。哎，师傅、啊，我喜欢"龙"那个字，我能排到"龙"字边，可以啊，欧龙吧。起名全看郭老师心情。我跟你们说，你知道，我们下一个销售课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差点起名叫销售课，但是我还琢磨坐在里边，哎呀，这笑话。师兄坑师弟真是毫不留情，还这么几个字儿，对，亭台楼阁、当时我看到这张纸的时候，我当时还心想说小晴这娘们是谁呀、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娘们是我后来我看见我师弟这个名字之后，我就心疼了。你师弟叫什么呀？尚小菊。这是亲妈的机操了。我生的那一个星期，我的那个医院里边全部都是女孩，生下来就我到我这儿以为我也是女孩，所以给我起的名字叫孙唯一，就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女孩。没想到我出来以后，我上了一个两男哥哥，我出来以后是个男的，生超，我是赶上大树的，是个树字辈，所以非常要好的起名字叫孙树。花魁当天晚上坐动车站票跑的。德云花魁是你自己想的吗？就这是有一回这个六队一起吃饭然后后来就说这全队如果现在整个世界上没有女的了，然后就咱们六队这些人你们选一个人出来做你们的女朋友，你们会选谁？后来他们所有人选的都是我。你答应了吗？没有答应，当天晚上我出去住的。叫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他的儿子呢，就是从小就说了，这以后长大说相声就拜烧饼为师这个孩子呢特别可爱，又小黑小的特别胖然后就说你给起个小名吧，我就灵机一动查了查字典，给起个艺名叫狗蛋。自家狗狗叫什么名字？我们家狗叫哈喽啊！我当时起哈喽就是觉得起英文名字高级。你这太特大高级！这一个个的，我属实蹦不住了。张金波，张金波是谁？张鹤伦的儿子。21世纪还有这名字，张金波。毕竟是文化有限公司。这次在国家菜吃饭，我正瞧这徒弟媳妇吃饭，他拿这么大一个盆呢。说这孩子以后生完就叫个大盆，大盆，大盆吧。原来大堂经理真的是本色出演。他叫孟鹤堂，为什么叫孟鹤堂呢？于老师开饭馆，他在那儿当大堂经理。回来之后我说这还叫什么？得了，叫孟鹤大堂经理啊！不好意思，这前面摘了后面抹了，叫孟鹤堂了。经理好。往这打，我一死，大堂经理就是你的了。我看你这个大堂经理，你是不想干了。官方吐槽最为可怕。我们有一个学员叫高消费。有一个想给找一个姓刀的起名叫刀削面，没有。郭老师，你怎么给人起名跟闹着玩似的呢？这怎么是闹着玩？这根本就是胡来嘛！田二大爷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像于谦，为什么呢？因为崇拜，不单我崇拜，我父母就崇拜。正因为崇拜，所以给我起的名字也叫于谦。不愧是兄弟，寓意都一样。哎，你弟弟叫什么来着？郭汾阳。你看，汾阳是的表演。这是家里我大儿子小时候起名起是叫郭麒麟，为什么呢？就是对大师的这份尊敬崇敬。德云社捧哏向来不按套路出牌。你抬头问我一句，爸爸您干嘛去啊？我听相声去。潘家二哥谁能不笑场？好好说我的台叫笑场，你们那他能不笑场？我今天的搭档心里有点火票。每天一旦巨匠今天做人了吗？对呀，咱们给大家伙带去欢乐，能带去的努力呗。对，这玩意儿肯定努力就行了，人家想乐死咱就乐死。不想乐你怎么办呢？你不想乐你得想方设法的让人家乐呀。字字在理，句句插心挖。不想乐你老给人就乐了干嘛？人家花钱干嘛来的？不能过我太难了。有难是摆脱不了狗的这个梗了。像我们上台，你介绍一下吧，他都不知你是谁呢，你还，你来一个开场白呀。旺铺。
火射大师兄可是高危职业。发火上干嘛去？给你找大师兄，给你找大师兄，就你们家没大师兄。我看十年搭档，忠诚父子。我跟我媳妇是爱情关系，咱们俩合作十年了，你帮我放在什么位置？你的位置就是结晶。长得还真像你。谢谢。这脸型还真像。冷淡系捧哏还真是名不虚传。辛苦您了，辛苦您了，都是上您家去了，上家他爸外地找来了，俺家里边出了一人，回乡不是旁人，我媳妇大嫂子，张小姐怎么在家？你走了，我不打接，张小姐，我泡着你爸，你爸在家。我说豆哏也太不容易了。今儿我死台了，得给你差不多了。加油！怎么每一个豆哏演员都需要让你们加油？特别的喜欢和人交朋友，是吗？啊，你看在这演出，咱也是和观众朋友们交朋友。那你还收人钱啊？我们捧哏演员应该怎么办？先弄死豆哏吧。902，小心大男薅你头发。你俩谁也别笑话谁。我上您家了，他妈这么一打门，家里面出来一人。今天呢，我给您说一段相声。基本上讲究分文基本功，说学逗唱。你还捧哏这么说？小心辫哥撒泼药。过年呢，昨晚上您家去了，还到你家啪啪一打门啊？又在俺屋里头出来一人。是外人，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子，我就走了。大黄表示，你的过去我不感兴趣。其实最开始学相声之前，您我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相声演员。对，你是烤串的吗？那不是，我的身份很特殊。后来当的保安吗？也不对啊、其实我还有另一种身份，对面穿着军大衣睡的。我这演员的嘴都是借来的吧？我说你多不好家伙，德云班主带头嘴瓢，开箱大吉，给各位提前拜年啦！一样。二哥给自己改名可还行？谢谢大家给刘小明刘小婷。文队的商演警告，特别的厉害，是那是龙云锤，龙云锤，什么鬼？又是忘记自己名字的一天。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秦孝先。秦孝先。张磊。怎么着？我也不知道你叫你自己还是叫谁。在若干年之后，我不是现在的房主，我不是现在的房主。这关系可真够乱的。你说两个，咱四个，算我们还拜一把兄弟，好不好？好吧。大哥、二弟、三哥呢？什么？大哥、二弟、三哥，那你等着呢。不愧是搭档，一样的嘴快，也得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嗯，我是怕摄像大机大机大大机。Hello。嗯，昨天哎，比今天要更，今天比昨天要更努力。哇，阴雷天哥，老秦表示，都怪我这个破嘴啊。需要一个道具，一把雨伞。我这个搭档，他有点小迷糊，他可要大卡车了，大卡车。我是个坏人啊。有毛铁吗？嘴在前面飞，脑子后面追。我师傅的疼孩子，我欺负我师傅。咱俩是搭档，你老帮着观众，你老帮着观众，观众观众你反着这。不错。一的给各位。好。那利索的嘴也会瓢。来个自我介绍，介绍。不用介绍了，我们都闻见了。现如今为数不多的下面风水算尬，连自己都骂是个狠人啊！我搭档是个傻子，嗯，真的，你搭档才傻子呢，朋友们。你搭档谁笑谁有呢？你搭档主播闹啥样？那确实没毛病啊，真不是应该一个孤儿孤儿干的。一个什么姑爷，一个孤儿干的，不是姑爷。有毛病。
你俩怕不是小风箱？两个人说笑，我就太可乐了。哦，就是当时看过这个郭德纲、于谦先生表演啥的。郭德纲、于谦先生。完了，德云机密被暴露了。那是我们斥巨资把我儿子请回来了。没有，一顿饭，一顿饭啊，斥巨饭吧，他儿子，他儿子。这下不是自己人的也知道了。张先生是我的父亲，于谦先生呢是我的生父师父。哎，别胡说啊，自己人知道就完了。对，自己人知道就完了。这一下十年功德都没了。师傅，这是我们元旦百年第一次来的台风，哎，来台风了，咱们没千万不要出来玩，欢迎。满载该中偶遇心中的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台风的危害。窗户终于等到你小子碰我了，这可真是天花板级别的托尼老师。不易，佛祖原谅你。外甥的爱过于沉重，差点给舅舅送走。从背影都能看得出来他的崩坏。老师表示我也怕呀。现在我们先安静下来，不要惊扰老师。这要是去密室，逃脱的得是 NPC。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会发光？有一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发现不开灯也很亮。医生怎么说？医生说不影响生活。那是医生白天基本不影响。有一天晚上，我站在斑马线的旁边就被车给撞了，他以为我是绿灯。咱就是说，真的不能治吗？没，之前交过一个男朋友，平时亲热都不敢关灯，有一次他非要关灯，然后就关了。后来呢？后来他就出国了。他有别的方面的影响？一个人的时候会很怕，两个人的时候对方会很怕。刘春美，气死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叫什么名字啊？刘春美。刘翠美。刘春美。啊，知道了。刘翠美。春天的春啊。啊，知道了，知道了。欢迎你好，你是吴翠敏的师傅是吧？刘春美。哦，刘翠敏是吧？春天的春。刘翠美的家常小零食，为刘翠美。大型罐头伤人事件。虽然没有礼貌，但是真的很好笑。带来的舞蹈《大鱼海棠》，掌声有请。这下好了，浩一变成浩一酱了。こんにちは。なんでいつも左側なの？みっちゃんの糧になるために決まってんじゃん。と言いますか。なんだよ。こんにちは。次第に。这就是秦霄贤一个月700块的原因。那个月真的花了7000块。就这情况，难怪工资少。错了，众所周知，七队全靠老秦养。迟到迟出名了，对他们德云社是有罚款。罚款是真罚呀，正常第一回迟到是罚100，老师200，老师400。你现在到多少了？我罚到4500。他只出了一个人的年终奖金出来。凭一己之力成七队主办方。我们年底的时候可能队里会组织啊，大家会搞一个团建。因为你们经费很充足。对，特别感谢我，谢谢谢谢。我就变成主办方了。老秦骂骂咧咧退出群聊。为什么今天我们两个人合作了呢？什么原因？没有意外，我们搭档秦霄贤。北京太堵了。
确实没迟到，就是来晚了。粉丝随正着急操了，你们俩怎么来这么晚？迟到40分钟，比我迟到都狠。来的有点过分的晚了。你今儿是看谁来的？看你来的。妈呀，随正着了。不是迟到，就是在迟到的路上。为什么今天我又到了呢？不出意外，他又迟到。跟我来拿新消息，迟到。咱干脆办个年卡得了。我们现在队费已经有很多了，因为都是秦霄贤一人的。老秦会经常迟到吗？经常迟到。你大概迟到个10几20分钟。那可能有每天交完钱就走。老秦这戏团八成是跑出来的。刚才出了点小意外。什么意外？我迟到了。这对你来说不叫意外。你习惯。我们的队长呢会翻一翻抖音，然后队长翻上抖音，秦霄贤又迟到了。这才是真正的赶场啊！他说第一回罚我多少钱？第一回没多少钱，第一回罚100块钱，才100块。第二回就200，哎，第三回就400。我现在已经4500了。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罚，能不能跟我说多少钱，我就罚你。我跟你讲，就是以后我迟到，能不能网上发视频？因为我的所有证据都是孟哥在网上发给我的。开最贵的车，上最晚的班。没猜对，不是迟到，对。这次还带着大侄子一起迟到。今天我为什么又出来动弹了呢？秦霄贤迟到了！秦霄贤迟到了！虽然说我迟到了，等20分钟呗。我想飞到天上去。这就是迟到和没迟到的区别。难道这就是办公室恋情吗？我身体没这么差，抠抠不在吗？这不妥妥的欢喜冤家吗？怎么是他呀？救命！你想试试？你不行，你的大，我不要，你的大，试试啊，试试。你不行，我这么大，我这么大，旁边，不要，不要，你吐旁边，不要，不要，你太大了吧？你大了，像极了两个幼稚的小朋友。可以把这，可以让这个人完全不出现呗。老秦，我们是彻底放弃了吗？这话说的，你俩是多不相信对方啊？这么不相信吗？你在质疑什么？反抗、厌恶、唾弃。别人的搭档是这样的，我不想换。我们不换。感情再来要什么阅历史，对不对？扣10分算什么？按我们组是不会换的。而老秦这组却是太闹心了，太闹心了。我一个就是游戏黑洞，跟一个躺平玩家在这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没有任何办法。那完了，咱俩就早点拆吧。这游戏对老秦也太不友好了。你想试试？你不行，你的大。不要，你的大。试试这才搞笑。选了那么大个人物，然后你们告诉我钻墙，你们钻一个我看看。哎呀，真的是好不容易可以过去，还被取消了。他这个连在一起有可能是个大图哎！你看，我快去了。没有。此墙已作废。啊！玩家没有在墙面启动前站在指定区域内。你说你们找了这么大模型，你不给我弄，这是你们的问题。果然，老秦也拒绝不了甜妹啊。是这样的，我发了吗？路边所有的星星，我想和你。谢谢。果然有些文化是相通的。不要变身，怎么这么说，我是第一杯怎么跟着整理省点多少单。我要耳朵的怕老婆。对，我小时候因为这个不少挨骂。妈呀，你大媳妇儿就每天指着我说你 happy 我不 happy， 有人高兴有人哭泣。别说这配合的还挺默契。4-4。哇塞，哦哦哦哦，
啊啊，手好酸啊！要不咱们浅磕一下？这锅炉为啥穿一红袜？大哥，咱是本命年来的。老秦是有点舞蹈天赋在身上的，然后这样甩，这样，这样，然后这样，然后这样，这样，然后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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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三，没了。那个一直在看动作，这个是谁？这个不协调。哇，这是什么新技能？张姐，你搞耳朵动了吗？对，怎么回事？你说。有些鬼可以参与种植物。含羞草。含羞草。明明是折耳根嘛。什么叫折耳根？众所周知，我是个团宠秦霄贤。什么呀？肥肠啊，我最爱吃。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亲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们也爱把你们。朱秀良一直都很喜欢老秦。牙给他掰下来，你怎么那么狠呢？是你牙不好掰。孟州老两口有多宠爱老秦？天飞过人说有几红妆若谷，恩不能与你共朝暮。您问白月光为什么爱秦霄贤？来自师傅对歹徒的偏爱。下边孩子，我给你买个飞机。那只是错觉。好像师傅吧，我觉得那边有。而你像风掠过我生长的。一直被师兄保护着。孟哥是把老秦当傻儿子宠了啊！你要是不累的话，能再来一份吗？谁让我吃？那是当着你这几个师哥面，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不要考虑那么多，你放心，你就包括你看顶哥，咱俩聊完，他一来一听这个活特别适合，他肯定站出来第一个，就是这活我给你。你需要用这个作品来树立你现在的心。又是被哥哥们爱护的一天，放心吧，我哥哥呢？凭什么骂我徒弟？扣他一份。三哥。亲，来来来来，怎么在这儿？来来来来，怎么在这儿？再来一碗米饭也行，是。再来碗米饭，先吃我这个。来来来，你看看你们。突然好想煤气罐罐和电线杆杆。有点发烧，该天凉了，是。大伙都知道多穿点衣服，就这个，跟打傻子似的，穿个短袖。老秦真的是到哪儿都是团宠。谁才是打工人？就我这个助理啊，就跟个笼子一样，他只要拿起手机，红旭，红旭，说。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与老板住眼神，老板的假发套直接被干掉。真的是员工随老板，弄到手机里好几段，那里面没有我，是看谁？后来证明一个道理，可能傻子，可能真的会传染。咱们是舌面上的收敛感。你说的啥？说那啥怎么叫麻呀？这不叫麻，这是舌面上的收敛感。
挺麻烦的。舌面上的收敛感，宝贝儿。我做肉条往哪儿去了？在这儿。有这样的助理是真不容易。前两天给您说了，有啥不瞒你认识的，我就是来一回的，就拿那个，就手那吹的那个。您等会儿，哎呀，会用的那个。白眼狼吗？我早晚会用的。助理太帅是种什么体验？比如说在机场，好多人过来看，然后红旭戴了个帽，戴了个口罩，我也戴了个帽，戴了个口罩，然后旁边有一大哥过来问，哎。这俩人谁是女人？这俩人谁是女人？我好尴尬，我好尴尬。旭哥超帅，你们看谁直播？咱就是说，真的不是故意的吗？带着人上沈阳，忙完之后说逛一逛花鸟鱼虫市场。他这助理这小孩那从来不说话，不是蔫。哎，下车的时候大伙儿来，注意啊，注意啊！这于老师这一低头，领子立起来往前走。这孩子两步上前面去了，都躲开，于谦老师来了。还是把冲冲送回去说相声吧。这个他有三个技能，一技能是离敌人近点，打好多这边；二技能是解扣；三技能是放个黄牌能把人送死。黄牌游戏，合理怀疑月月是在要片酬。这个就是你演的电影到现在都没比你钱。我演的电影到现在全是电动挂，不止这个，第一个就是那个杀人弹头，就是一个那种那个。我演的。你好不好？啊，煎饼侠。这个他的另一个传奇乐队，千万不要轻易得罪自己的助理。跟我妈妈是亲姐妹，所以说我拿她没办法，我也不能开除她，虽然我每天都想开除她。可真是人类天花板级的理解。那天特别吵，我说冲冲你能让我睡会儿吗？他说啊，我说你能让我睡会儿吗？他说好吧，那你过来吧。当时懵了，你知道吗？秦霄贤的颜值怕是用脑子换的吧。我们哪里说话你来说学猫叫。哎呦妈，三老秦开启任务新思路。大爷，愿意帮我们个忙吗？帮什么忙啊？我们想说在这个市场里面呢，我们买一身衣服的时候让您穿上，我们给您拍组照片。那我太仁慈了，我让个全品的购买。给大爷整不会了。这个棍儿是我能看看这棍儿吗？行嘞，我拿您的棍儿担保，我给您拍。这是不打算回家了是吧？我从来没有一个女朋友没见过家长，所以你不要再见了，因为你见了都分手了，你以后就别让他见。有道理，可是啊，我妈的问题是吧？这奇奇怪怪的胜负欲。大家好，我是秦霄贤。大家好，我是 X 放唐九超。X 放唐九超，哇，好酷啊！那是怎么回事？你把 S 秦霄贤。还是一个大妹子，对不对？男人真的什么都要比。X form 这样，对手搭在这儿要出头啊，我们 X form 要出头。哎，不用这种手势吗？中国的手势。有点脑干的都干不出这事儿。咱俩就面对面，就等。弟弟，我觉得这招不好使。我要开狂暴模式了。哪儿的鱼？来走！你说让他吸引一下伙伴，鱼至于吗？鱼在我手上。兄弟，在车上聊屎壳郎真的好吗？吃屎的是屎壳郎对吗？屎壳郎他不吃屎好吗？吃屎，他不然推他干什么？那个屎是他婚房，就是比如说我追求一个女孩，然后你也追求一个女孩，咱俩同时追求这个，你人屎推的大，你人屎推的大，对。记不住和看不见不是一回事儿。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吗？七秒之后，他应该不记得我在这儿了吧？2、3、4、5、6，蛋子。就老秦这饭量，他能吃几口？这倒有问题要问啊，来，这一般吃几顿啊？我们吃几顿，还是他一天吃几顿啊？我们吃几顿？他吃几顿我不知道了，我想说我们要吃的多少顿？我炫哥终于站起来了，工程
新旧，东成西就。回答正确。世界的大英雄。确实不太聪明的样子吧。只能说不愧是德云一傻。是一个宠物用品，所以看到它之后，怎么来为大家推荐它呢？我去无聊的时候，你就对着它特别客气，哎呀！漱口水，我水洁厕灵。你会如何给它一个推荐的感觉呢？啊，它是一个漱口水，不是洁厕灵，大家谨慎使用。德云社就是我的快乐源泉。问我问题，这裤子为啥穿一红袜？你看脸太细，这么瞧一个，本命年来的。别人都在关注衣服的舒适度，而老秦，我们用的是创口贴，也就是说我们十个手指头带两层，我们有20，对吧？20个创口贴，我们一共6个人，20×120，每次穿一次就是120个创口贴就没了。台上唱错了该怎么办？谁唱错的啊？记住谁的名？我叫张鹤伦，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孟鹤堂。我叫罗云平。我叫郭德纲。就是那么丢人吗？我已经感受到主持人的崩溃了。你说点啥？蹲下跑啊！男人根本抢不到你专场门票粉丝。继续抢，我怎么安慰你啊？ Oh, no. 我也不能帮你抢。要人抢不到，继续抢，那能怎么办啊？孟哥啥都敢往外说。公社招生正好还是我认识的一个同学，他是于老师的徒弟，然后他说德云社招生，你要不要来试一试？我说好，那我就去北京，不管是什么。然后去考试了，一考试一看，哇的天，就是大家很不正规。你们别打岔，听孟祥辉说。郭老师坐在下面，于老师，然后还有很多元老都坐在下面。上来一个孩子就问，啊，来聊两句吧，唱个歌。行，过了。好好一帅哥，偏偏长了张嘴。两位粉丝说，抢票去吧。新的菜谱吗？我不会做饭，我会炒西红柿，炒辣椒。你都27了，还不找对象吗？你管的事儿可真多，你查查我户口得了呗。找对象，没人要，你要啊？有见过这么爱动的橘猫吗？聪明勇敢有力气，我真的羡慕我自己。呼啦圈眼没问题，何况翻两周再进个礼。伦哥，这点事儿还能需要你？小表妹，咱搬一搬。我跟你一块搬。啊，对啊，你看看，不专业了吧？不不，打听打听去。到哪儿唱戏？不是我自个儿搬。好。论被迫加班的怨气有多大？我看黄哥，我看他们都很烦，知道吗？黄哥看他都，看你搬家，看见黄哥都讨厌，甭麻烦，知道吗？你白羊堂，赵志豪，这屋里有人跟赵志豪请假，我在家睡一天了，我就在家玩 PS 四，玩下路联盟。我请两天假，他俩还臭不要脸，在家给我叫回来。芳芳对职场看得很透彻呀。端茶送水拆快递，挡酒接待 PPT， 熬夜加班不给钱啊！一到年龄被人踢，是吧？怎么这么惨呢？就这样，天天上班加班，上班加班死了，死了！求九重的心理阴影面积。怎么了？80年第一天，我想跟你说一点心里话。哎呦，来吧。你在我心里是长得最帅、最有才的相声演员。我一难过的时候，我就看你的相声。以上这些话，你可以把我转告给张秋楠。爷们儿的粉丝向来秀。谁说穿白服的姑娘？什么东西？啊？我没说。哦，没说话。讨厌，害我尴尬。哎，您说，我是哪？我北京人。王不是王呀！好好的开什么车呀？谁是上级？啊？你们想看哪儿？就去。咱们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你也唱的要钱，唱的要命。太阳要出来了。这俩字戳中他的笑点了。太阳出来了。我是德哥，我们下期再见。